明日方舟。您好，博士。好，我是来自哥伦比亚的电气工程师，代号可露西尔小姐说就叫布丁了，会不会很奇怪啊？您好，我是来自哥伦比亚的电气工程师，代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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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作战方法原来是这样啊。感谢您的认可，我和罗德岛其他干员比还有许多不足，一些费精力的工作就让我多做一些吧，只要提前睡够了能持续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哦。专业的作战方法原来是这样啊。好，为了不出意外，我也要多加训练了。专业的作战方法原来是这样啊。地缘地区的作战任务，现在的我也能帮上忙了。博士，感谢一直以来您和罗德岛对我的鼓励。我也想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。专业的作战方法原来是这样啊。好，为了不出意外，我也要多加训练了。专业的作战方法原来是这样啊。好，为了不出意外，我也要多加训练了。专业的作战方法原来是这样啊。好，为了不出意外，我也要多加训练了。